啊。李秋南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满世界找你，女厕所我都找了，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谁小屁孩？你。我来中国是来保护你的。呵呵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找不到你？我。你管得着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手机丢了。是理由吗？给我打着。喂，姐，啊，我刚才手机丢了，还刚找到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你，啊，吃大餐呢。啊，你要找他？喂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。好的，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，找不到箱子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睡觉。我不跟男人一起睡。哼，我是你舅舅，不是男人。舅舅不是男人吗？啊，舅舅是男人，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。来，往那边点。那是哪种男人？舅舅是一个……哎，别管了，睡觉吧。嗯，我很认真的告诉你，出去睡。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出去睡啊？手机拿来。干嘛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小龙女，谁让你在家里养宠物的？那你不也养乌龟了吗？乌龟没毛，你让他给我出去！哎，李秋南，我警告你啊，我是你舅舅，这是我家，我不许你养兔子。怎么了？哎、你要干嘛？李秋南，别动了，别动，别过来啊！你给我忍点！我跟你说，你别靠近我！别过来！各就各位。喂，开始。加油！秋南，救我回来！大王，大王！
了学校一定要听安然老师的话啊，千万不许捣乱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安可。那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优秀勋章，给你。谢谢。有了这个勋章以后，你就能变得很厉害。马老师，干啥呢？叫校长。哎，就校长，我监督一下学生上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好。你看你这个肚子，我这不是早上吃多了吗？老拿肚子说事儿。哥，说啥呢？你的书到了，到了，爆破！哎，马拉松，这太好了。哥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啊？你说你都能写书，你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兄弟啊，人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是，我的人生目标呢，就是当一名爆破专家。哎呀，谁曾想当体育老师了？你有啥人生目标？我的人生目标，我就想当一个歌星。你死了这份心吧啊！你呢，就做保安，做到保安小队长，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。行，好吧。马老师，哎，老师来了，来了，好，快走，好，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哟，马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好巧啊！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能碰上，一起走。好啊。哎，最近呢，我出了一本书，《爆破专家》。爆破专家。听说你要到美国？对啊。我就是去那深造学习一段时间。我也申请了去美国。哎，安可，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女老师啊？当然的事啊，小孩少管。你喜欢她，你就应该告诉她。我警告你啊，待会儿见到安然老师不许乱说话。哦，原来她就是安然老师。安然老师好。早啊，安然老师。早啊，袁老师。你就是林秋南吧 ？Yes， 姐姐你好漂亮。别乱说话，叫老师。老师姐姐你好漂亮。不许调皮。安然老师，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，可能还不太适应，麻烦您多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多关照他的。I love you, my baby。你的眼总让我沉醉。风吹起你的头发、yeah, 感觉像在飞、yeah、May I know your name? 李秋南，不许壁咚。我在 say hello。 Hello everyone， 我叫林秋南，今年十岁了，来自 America。 我有个梦想，就是成为了 superhero。 我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拯救你们。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被我征服了。安然老师，麻烦你也出来一下。我能坐这儿吗？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？我就坐这儿，怎么着？哼！这学生太淘气了啊！你要多加管理啊！另外呢，这次去美国交流，全国就这么几个名额啊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秉承咱们学校的优良传统。好的，校长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你胖了。新来的，这才是我们学校的老大，还不赶快叫老大！你们也太 low 了吧！你 low 什么 low 啊？以后啊，听我的，我罩着你。我罩着你还差不多。嘿，你敢来我家道馆跟我 PK 吗？好啊，走。
少废话，来吧。